是文思爷，今天非常高兴又在荧幕前面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呢，就要讲一下说，不管国内旅游还是国外旅游，万一你找到那种雷朋友怎么办？打死他！我去过了，不好玩。哎，我看过了，不好看。我吃过了，不好吃。我喝过了，不好喝。巴瑞，那你来干嘛？哎，你喝过，你吃过，你看过，我们没有嘛？拜托，既然都出来玩了，配合一点，就不要剧透，跟大家一起玩。任何迟到，巴瑞，大家出去吃个饭，然后。中间回来休息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哎，十五分钟之后我们一起集合，我们要去哪里哪里？”好，他就不接了，你打电话不接，不尊重大家的时间，然后大家又不知道该离弃你，然后先出去玩还是要怎么样？这种很烦，你知道吗？自私，猛占便宜还嫌你在计较。比如说这个东西不错，然后呢，哎，我吃一口，吃不是你自己买嘛？才吃一口，你看怎么那么爱计较啊？比如说名产，你这名产买了几盒？买了五盒啊？那给我一盒好了。不是啊，我那个什么，哎，才一盒而已。大家好朋友，你要爱计较，到处跟你哎，他超爱计较的，一盒而已，谁计较？你不会自己买吗？这种朋友这辈子可能就绝交了。帮人代购东西太多，要大家帮他拿，而且偷塞你的行李包哎，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个代购东西呢。分散在大家行李里面，你知道吗？这种人很可恶，而且你要是买违禁品放我行李里面，哎，我被抓，这是开什么玩笑？你超带烟酒就算，万一你带的是什么什么毒品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这种朋友要不得，不跟任何人交代，单独出门，而且他联络不上。这个大家讲好，哎，几点今天要出门，然后你就发现找不到，打电话不接，没有讯号，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回来干嘛？哦。我看隔壁那个好有意思，我去逛一逛。啊，你逛逛，你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吗？你讲一下会死吗？你讲，我这么气愤是因为我遇过这种人，而且你知道是谁？就你，我就在讲你，任何都鄙视。这能吃哦？哎呦，这能喝哦？哎，那个好脏哦。这沙滩好难走，为什么你穿高跟鞋？小姐，拜托一下哦。这种餐厅能吃哦？啊，这种饭店能住人哦？如果人家听不懂我们中文就算，听得懂那很丢脸，你自己好像多高级一样，知道吗？吃喝玩乐计算任何一块钱，这一餐大家出来玩都很好玩，吃得开心。啊，那个炸鸡翅我只吃了一个，所以我付16块。我靠，你16块怎么算出来的？我请你好了，好不好？嚯，付1块吃一口，比如买了一个冰激凌，哎，你那冰激凌我吃一口好不好？他就直接妈手热一吃一个，啊，那我吃一口我给你1块钱。你家西瓜汁好喝吗？我喝一口，啊，1块钱。那我那杯就给你好了。你说，哎，我想吃客户，哎呀，旅费没带够，没关系嘛，我们请你啊，没什么关系。你不要那边好像寄生虫，啊，烦死人，而且脏不脏啊？我跟你有那么亲吗？你给我吃一口。讨论去哪的时候呢，没意见。大家决定好的时候，他不去。去到国外，哎，我们去看大象表演好不好？啊，没关系，你们决定就好。啊，讲好了啊，真的去看大象没？我觉得好没意思哦，我不想去。不是找什么存在感？大家讨论去哪，一起讨论嘛。你有意见在讨论的时候讲出来，你不要讨论完了有结果了你再有意见。好像不舒服又不看医生，巴瑞，这个又是四爷某个好朋友的女朋友，对不对？我们出去玩，大家很高兴，吃饭，嗯，啊，他人呢在外面，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头痛。有一点，要不要我们等一下先看一下啊？没，你不用理我，你们开心就好。你觉得大家会开心吗？全程这样哦，真的要去看医生，在路上他突然好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哪里哪里玩？哎，啊，你不舒服？没有，我现在很舒服了。好，去到那他就来啊，要不要我干脆揍你一下，让你痛真了好不好？啊，很烦。后面的呢，我们再来下一集见分晓。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